直播吧。8月26日讯，活塞中锋德拉蒙德今天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与格里芬、雷吉和斯坦利·约翰逊的合影，并写道，如果我们是一个 RB 乐队组合，该起一个什么名字？随后就有网友回复道，溢价的底特律军团 The Overpaid Detroit Boys。 庄神回复道，好名字，德拉蒙德、格里芬、雷吉和约翰逊2018-19赛季的薪水分别为2543万、3187万、1704万和394万美元。大步流星